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onight Zoom uh, online. 呃、uh, We we call the class. o k 呃，欢迎大家今晚来到加拿大中国妇女互助协会 Zoom 的直播间。我是今天主持人乌莎。再次介绍一下，我们妇女互助协会是支持加拿大华裔妇女的社区服务机构，鼓励加拿大华裔妇女积极的将中国有形和无形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加拿大社会，同时欢迎华裔女性、中老年朋友们积极参与我们妇女协会的各种活动，互帮互助。欢迎大家来浏览我们的网站三 w 点 ccwaa 二零二零 dot com 和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ccwaa。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有我们每天晚上课程的视频，便于大家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订阅。 回到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由段曼丽 Mary 老师要来教我们趣味英文听说练习节目。新来的朋友们，请看以前一期或者几期视频，在我们的 YouTube 账号上面可以看到老师上一节的统重播。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 Mary 老师上一期的课程。首先，我向我们新来的朋友和学员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 Mary 老师。 Mary 老师移民加拿大四十七年，被竞选为第一位中华中华会馆理事，从事公益事业四十七多年，曾任职国际商业及船务顾问、安全保安条例管理审核官、培训及主审核官，公务旅游四五十四个国家，文化习俗和社会经验丰富，英语教学经验广泛。 取材有趣、灵活生动、贴近生活、易学易懂的方法，特别适合中老年零基础学习。从动画片、听书开始，我欢迎所有不同程度中高同学参与我们的课件啊。在课程开成开始之前，我还是一如既往有两点要求和希望，可以和大家约定好。第一，就是希望大家用自己真实的名字，为了方便大家在我们课程最后十到十五分钟问答。 时间来提问。第二是希望大家在上课期间可以让自己保持静音，且最好打开摄像头，这样可以让老师的这个教学质量更高。所以接下来就有请 Mary 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课程内容。欢迎 Mary 老师开始给大家分享。谢谢 Shelly，Thank you very much. It's good to see everybody today. 呃、uh, this is Thursday, 29 th July. We're going to share with you some interesting English. Now，我们上一次讲过那个呃几课都是关于吃的，呃有趣味的英语，也有讲肉的，呃蔬菜、水果，呃还有叫鸡蛋的。呃，very interesting. How to do it? What What are the colors? and then how to make it and why do we do it and we make it beautifully make our life so interesting now we're going to have another section about our personal mm -hmm. 我不同的題材呢,讓大家呢有機會學到不同的英語,那個甚至那麼你可以去買東西啊,也知道怎麼樣去講 好像我们现在 personal 哈，person 我们在自己身上的器官呐、啊，呃，或者哪一个部位啊，呃，也也讲一点。那么也关于我们要买什么东西啊，去呃那个超市或者呃 shopping mall 里面哈、啊，你们可以买到什么东西？怎么去说呃叫这个名称哈、啊？那么我们再看那个是以前的，呃，很 colorful。 I always give you a lot of colorful photos, very colorful vegetables and so on. Okay, now we come from our head first. 我们从从上面到下面啊，呃、uh,，我们在身上，呃、uh,，有些同学也是很懂那个字，但是我们重温一下。另外呢，我很有很多 very interesting fun, 呃、uh, things to tell you. 呃、uh,，about our body，呃、uh,，这个 hair 头发对吗？很容易的头发哈。forehead forehead 就是额头哈。那个 temple eyelashes 呃、uh, iris 这个是眼的 pupil 眼睛哈。那等一下还有详细一点点。cheek nostril lips neck 在这旁边这边呢，chin 是下爬，那个 mouth。

Right, straight hair, right? And when Chang Duan the tofa, how your nigga Zi the Haiyo Zienda Hat, Yu Da Xiao, De Ma, Yu Putong the Xin Chang the Face Shape, Face Ayo Nigger Yuan, that round face, maybe heart shape, uh, pointy or Long shape, something like that. So we know each other. And Forehead, we have long forehead. or the shorter forehead and temple temple 是我们这边的太阳穴啊，next 那个颈那、yeah, lips and so on 我们再看下面哈、啊，那么呃我们头箍头就是够，我们就学英语不用看那个小的字，呃太低调的，好像那个。 Medical，假如说你是学呃医学的，你要懂还还要比我们懂得的要多哈。School，school，S-K-U-L-L，OK，school。那么假如说我们头头有头痛了，怎么讲呢？我说 head Headache，headache，headache，OK、okay?。I feel pain on the head。你假如说去医生那边跟怎么样跟他们讲呢？你说 I feel dizzy，啊。 I feel pain，头痛啊，headache 头痛，大家，你说 I feel pain，pain pain 是很重要了，很重的，很好像很,很痛的啦啊，headache 有些扁头痛啊，也是有其他的名字，但是我们现在不要学太多的医学的啊，慢慢我找一课呢讲医学的英文名字哈、啊，那么呃再深一点，我们现在讲一个表面的功夫哈、啊、，I feel pain on the head。 I have a headache，啊，headache 就是加一个 ache。C H e, 假如说你的 stomach ache 也是肚子痛，也是个 stomach ache 哈啊,啊。那么我下面也还有这个哈、啊。那么我们的头里面的有脑的是 brain，our brain，OK，、okay? 在头里面的 the skull，我我们的 skull 里面的 skull 就是头头骨头哈、啊，头骨。 啊，我们有 left brain、right brain，我们有右面呃跟左边的头脑的脑筋哈、啊、脑脑子。好，我们看那个眼睛哈、啊、眼睛，我们看上面 eye brow、eye brow，br 我们有眉毛哈、啊、有 upper eyelid，就是上面的呃眼盖眼盖 eyelid upper 哈、啊，那么有。 TAD TAD 是那个眼泪的，有一个瞳孔哈、啊，呃，可能这个这个瞳孔真的名字就叫 c a n c o l 不要学这个，我不要你学这个哈、啊，这个比较深。那么我们看那个 lower eyelid 就是下面的眼睛哈 l i t lid 就是盖，eyelid 就是呃眼睛盖哈、啊，就是 lower 跟 upper 看到吗？那么再看这一边。 eye lashes, eye lashes 叫眼眼睫毛。他说你要 long eye lashes，你要人做的还是自己的？哈、啊，这样去学。那么还有呢，pupil, pupil 是眼的中间哈、啊，我们有眼球哈、啊、，iris 是旁边那一个，啊，不要不要学太深的字啊，不要学太深的字，哈、啊，这个也是这个眼的白哈、啊，这个也也不要你学，因为这个比较深哈。啊 贴的 and so on 哈，那么我们就学几个。假如说平常我们去买东西呢，呃，或者你要买那个关于眼睛的眼的药药水啊，什么东西，或者你看医生告诉他哪里不对，呃，不舒服哈，那么你可以描述的比较好一点哈。慢慢呢，迟一点我讲一些医学的名称，那么这个太比比较深哈，慢慢来，慢慢来，哈。我们再看 mouth。 Our mouth，主要是先学那个字怎么读，呃，怎么拼，啊、呃，主要是读。假设你会讲呢，不会看字啊，还可以的。讲话就是跟人家讲话也是可以的哈，在这边生存，呃，生活也是可以的哈。Lip 啊，lip，呢，我们有 lip 啊，就嘴唇有 upper lip 就上唇，那么 lower lip 就下唇哈。假设整个 呃，这个是口呢，就是 mouth，mouth，OK、okay?。那么我们在里面呢，嘴里面呢有牙齿，牙齿的 tooth。那么假如一粒牙呢，tooth，但是我们很多粒呢叫 teeth，teeth。假如说你是假牙是 ure, ure,，是 denture，我们要写 denture，D E N T U R E。假如说我们去医院呢？ 或者去怎么样去啊？呃，照 X-ray 啊的时候，他会问你有没有 d e n t r e 啊。假设你是照嘴巴的话，或者呃要他会呃住医院，他也会问你的，因为有些他要照顾，好像老人家进去医院也是问的哈、啊。呃，很多东西要问的。那么，那么嘴的里面呢烫烫啊烫那个石头石头。 那么 jaw jaw 是那个旁边那个哈，等一下就要讲这个。呃、uh,，lips 我们学那个 mouth lips upper lip lip，那你看到 upper lip 是一条一个嘴唇而已，所以没有 s 的。lips 呢要两个哈、啊，所以我们要写 s 的哈、啊。所以你提起,起 lips 呢就要写讲 lips。假说我们买那个。 呃，嘴唇的白的嘴唇膏叫 lipstick，就一只棍嘛，一只棍，哈、啊，就是这个 stick，stick 就 stick lipstick 就是它这样子哈、啊，好的，我们、um, upper lip, lower lip, tooth, teeth, 啊，upper lip，lower lip，tooth，teeth，哈，长点音，两个一，teeth，t h 呢、啊，后面有一个辅的，但是很小声音的，teeth，一点点的啊。 汤，汤后面呢？这个后面的 u e 没有没有呃音的没有音的哈，没有音的。jaw 哈 jaw，呃，我们看那个呃，群穷鱼那个片子那个电影，它就叫 jaw 了，哈 jaw 哈 jaw，就是代表那个群鱼呃咬人了哈。好了，我们再看。 在牙齿里面，我们就需要买那种 toothbrush，啊，toothbrush，我们这个叫 personal care，你要拿一个 section 去买呢，你去找了。假如说你 supermarket，呃，或者那个 store 好大好大的，你要问呢，我哪里可以买到 toothbrush 呢？哪里买到 personal care product，啊，hygiene product，啊，他们就是 personal care 是本呃个人的。 呃，料理的哈，呃，海军是健康的哈，呃，卫生的，呃，呃，物品哈，toothbrush，toothbrush，toothpaste，牙膏，toothpaste，其他那个名呢是他们的公司的名字，牙膏的牌子的名字哈，主要你就看那个呃下面还有字哈，rasa。 Razor 是那个呃挂无数无序的，Razor Razor blade s 那个是刀片，blade 是刀片啊。有些需要，有些是电的啊。那么就这样去学，学到那个字呢，你自己懂呢，你会去找啊，会看呃那个 product 里面上面写了什么字哈、啊。那么去读那个 personal person 是人，personal 是 人的哈，就是人的，或是人个人的哈，personal care hygiene products, toothbrush, toothpaste, razor, razor blades, blades。哈，那么我们 lipstick 哈，lipstick 在这边了哈，不不管它是呃，有些人叫呃，白的唇膏叫 chopstick。 c h o p s t i c k 啊，这 lipstick 就是有颜色的哈，有颜色的。那么再看那个，我们有时候保护皮肤呢，我们用些 moisture，moisture mo 我们需要有一些水分在皮肤上，所以 cream 我们查 cream，lotion 啊，cream lotion 呢是一样的解释，但是 cream 呢比较油性，跟比较浓的，好像 lotion 比较。 呃，轻一点的，清淡一点的，但是也不需要太呃注重那个名称，有些叫这个那个哈，那个 moisturizer 就是润肤的哈，保护自己皮肤的油哈，润肤的 moisturizer。假如说你要买洗脸的水，就是 cleanser，cleans、er, cle 你看 clean，看到吗？clean。 C L E A N 是呃呃、uh, uh, 清洁，clean cleanser 是呃、uh, 洗脸的水，洗脸的水啊。那好，那么看壁纸啊，壁纸。那么壁纸那个，我们从上面看到是 root of nose，在这个不需要管它，因为都都不太注重这个呃。 这边呢，看到 forehead 还是二头，那么再看鼻子，root of nose 就是说鼻子的那个最尖尖那个啊。那么再看那个其他呢，不太需要懂太多那个 nose 的很详细的，我们只要知道是 nostril nostril 哈、啊、，nose nostril 鼻孔，跟 tip of nose 就可以了，i p 的鼻尖，背的尖尖，其他呢。 比个比较啊、呃，就是在这边 tip，就是在这边哈，下面那个尖尖那个，呃，其他的不太需要。假说是你去读耳、呃、被被呃耳朵、呃、那个医学的，那你很多很多生字的，很多生字的哈。那么还有呢，呃，这个呢就是 forehead 哈，face 啊，face 是个脸，face，我们主要是学英语哈。那么 forehead。 Temple 就是那个太阳穴，呃、uh, c h i c k c h i c k 就是嗯，在面脸这边，chin chin 就是下巴，下巴哈。那么这个也是重复的，eyebrow eye 一个一只眼睛，eye 两只眼睛，eyebrow 呃、uh, 呃、uh,，eyes 加个 s，nose nose nose 只有一个，瞧这两个人的 nose noses 啊、uh,，两个人的哈。 假如说一个人是 nose, mouth, chin, OK，就是这样去学英语哈、啊。那么这样,这样懂。其他呢？假如说呃有些呃做美容的，那你只要只会讲中文的，你就帮助其就是中国人了。假如说你懂多些英语的，告诉人家怎么去保护皮肤啊，呃，怎么样去呃为什么你要做脸呐、facial 啊？ 那么你就多懂英语呢，你可以做老外的，对吗？多一点生意，对吗？呃，但是不需要学很多的，只要懂一点就可以了哈。那么 forehead 就是上面呢，他现在我这里看图了，图写什么我就讲什么。然后他说 poor circulation，那个 T 送 T 送就是 T 字型那边，呃，那个我是学英语主要哈。poor circulation，假设我们啊这个走去。 Poor circulation，circulation circulation 是循环，就是 poor 就是不好的啊。循环 circulation 啊，那个 p u b e r t y 啊，这个是呃呃、um, uh, 那种呃呃、uh, uh, 毛毛孔毛的哈、啊。这个不用不要不要去学它，我我这边没有写。Stress 那个 stress 可以学，是那压力啊。Stress 呃，no stress，no stress 不要没有压力的。 coffee 哈、啊，假如说他的意思说，呃呃呃，上面会不会有为什么有皱纹呐？可能喝太多 coffee 呀、啊，或者喝酒 alcohol。主要我们是学英语哈、啊，不管他怎么治，我们就是学个英语，太难的现在不要有压力，不需要去懂啊，多少就多少哈、啊，学到多少,就多,少,、啊、到多,少就多少。那么再看下一个图呢，看那个 c h e a k 啊 c h e a k 我们两面的。 脸的就是 chicks 啊，他说呢，呃，意思说美容方面说你的 chicks，那为什么你要洗脸呢？就是因为有细细菌走在你的毛孔里面，好像 bacteria，我们可以学这个字，bacteria 是细菌啊。假如说我们是呃 from cell phone，假如说我们常常听电话嘛，听电话有时候是呃 telephone 上面是有一些呃细菌，好嘛，那常常放在脸上，假如说你不洗脸。 就就这个肮脏就在走去毛孔里面了，就是这意思啊。那么我们这主要是学英语，我也不是教那个呃化妆的哈。那么呃他那个 cell phone 就是我们的电话手机啊。Touching the face, touching the face, touching 就是碰到我们的 face 的，对吗？Touching the face, smoking 啊，smoking 就是说啊、呃，你这边是因为呃人家有呃抽烟的。 啊，那你皮肤又不好了哈。啊、Dirty pillow，所以或者你的睡觉，你 pillow 不一定干净的。呃、啊、，even 你自己的 pillow 就是枕头哈、啊，你枕头不一定干净，自己睡的也是有肮脏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呃、啊、晚上洗脸呐、啊，洗把这个白天的肮脏洗掉。呃、啊，早上也洗个脸呐、啊，这样啊，是这样原因哈、啊。那再看那 c h i n c h i n s jaw neck 啊，就是这边呃，这个这个下面的哈、啊，这个这个 neck 啊。假如说你的项链 necklace 加 l a c e necklace necklace 就是项链哈。啊、processed 呃 sugar 它就是这样讲，就这么写了哈、啊，嗯，就是说呃，你吃了那人做的好像那个糖分。 啊，会者、这个、这边有下爬啦，呃，没有比如说肌肉松弛啦，什么东西哈？那个不管它美容这、就、事、是，我们是去学英语，process sugar 啊，所以我们不喜欢买 processed food，我们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是最好的啊。假如说吃那个糖啊，呃，假如说人做的、在做的、在加加加工的。 都是有些东西放进去是不太对的哈，那么另外一个字就砂曲 f o 曲 d 就是，呃，米饭也是 o 曲 d 就是有 starch 的，starch 就是淀粉的，淀粉的哈。对了，淀粉的哈，面条啊也是 starch，用到这边会胖啊或者怎么样哈，hormon 哈，呃，我们的 hormon e 会改变，因为人年纪大了，呃，会改变哈。 那么再看，主要是学英语，我们再读一个字啊，学这个英文怎么读？Chin，Chins，Ch 有些呃中国人的姓是形成的，也是这样拼的哈。呃，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呃有些姓陈的就是这样拼。呃，有些拼 C H E N，有些拼 C H A N，有些是 T A N，也是姓陈的啊。我我。 我认识很多人，我看他的名字姓，我知道他哪里来的，因为我去的地方很多。我一看他们呃的姓，我知道你是哪里哪里国家来。C H E N C H A N 都不同地方的，有些中国，有些是在呃香港，香港是 C H A N C H E N 是中国跟台湾啊，每每个都不同哈。那么不要管他，jaw jaw neck processed。 sugar, starch, y foods，因为这个是不是代表的树木很多，是很多种的不同类的 starch y 淀粉的植物啊。hormones, hormones 啊，OK，n e s 啊，这个是看到看那图，我觉得很很奇怪，就是大大大家分享一下，face chin。 Slimming strap，他们戴住它，这个不会掉下来。这个也是很，我也第一次看到。好，我们看这个 body 啊，我们再看哈、啊，我们在上面 h a t 啊，head 头，neck 啊，那么 shoulder，shoulder 肩膀，shoulder，OK，shoulder、okay? Should er, 啊呃、uh, chest。 啊，天是啊，我啊，天川川是星辰的，刚才留言呢，他是呃越南人哈，越南人,、啊、越南人川。好的，啊，我我看着信，我知道他你哪里来的，啊，chest 是胸部哈、啊、，chest 是全部哈、啊，那个 stomach 是肚子哈、啊，肚子，OK，啊，那么 head，neck，shoulder，chest，stomach。 啊，假如说肚子痛，我们叫 egg，就加一个 a c h e。head egg。我们没有讲 neck g 的，很少讲 egg 的。哎，neck a，可能是拿出 neck 有 ain, pain and here, pain here，pain there 啊，就是这样。呃、uh,，chest chest pain 也也没有说 chest egg 的哈。呃、uh,，不通常讲，我没有听过。呃、uh,，chest pain OK，chest、okay, pain 有，不是 egg 哈，好了。 那啊，我刚刚讲了，headache 就是在这边了，neckache 啊，neckache 也是可以讲的。那是、um, uh, er ache, er、ache, 啊呃，shoulder ache，shoulder ache 哈，chest pain，呃、uh,，stomach ache 哈、啊，是这样讲。假如说是痛，可以跟那跟跟那个不懂的 I am 那都是不懂的，讲不出这个痛字，你就看医生，人家不懂怎么去讲，起码你讲哎、欸，他懂哈、啊。那么你出口干了。 哈，口干了，I'm thirsty，I'm thirsty。哈，口干了，口渴了。哈，I'm thirsty。哈，就要学几个字。那我们看到有什么事情，都会有问人家拿讨杯水喝。啊，那么 I'm hungry。啊，这个没有写，我是一个我弄弄过来的字丢掉了。Hungry is H-U-N-G-R-Y。U N G R、y, 啊，hungry，H-U-N-G-R-Y。好 Hung、啊，看这个。 elbow 手啦手，elbow 啊 elbow，elbow El 在哪里呢？啊，再看这个图，就在这个啊手，呃、啊、这边 arm，arm Arm 就是是这边，其其实这个整个整个是在这边哈、啊，呃、啊、那个 hands hands 手，finger 是呃、啊、手指。 那么手指甲呢？叫 fingernail，但是呢，我又写那个 p l u r a l 哈、啊、elbows，因为我们有两只手嘛，啊，两个呃那个呃呃呃、啊、那边我都不会讲啊 elbows arms hands fingers，但是我们讲 fingernail 呢，我们不讲 fingernail 哈、啊，这个 finger 不是名词了。 不是 noun 了，是那形容词了，变成形容词，不是 noun 了哈。所以那个我们讲那个呃指甲呢，就是说 fingernails，懂吗？不讲 fingernail，understand？这个 finger 是 adjective，不是呃不是那个名称了，只是名词才有 s 的 plural 了哈。nail 就是指甲。 哈、啊，那个手指甲或者偷鸟偷是脚的指甲，哈、啊，就是这样学哈、啊。啊，那么手呢，要看那个手指，你会叫那个食指啊、中指啊，是英文是什么呢？哈、啊，假如说大指、大拇指要怎么呢？Thumb，啊，thumb，thumb 这个是用那个石头伸出来一点点，thumb，thumb。 B 是把嘴合起来，M、B 两个都是合起来的。Thumb，假说你是好棒啊，你 Thumbs up，你 Thumbs up 啊，Thumbs up 就是好棒啊，好棒啊啊这样啊，呃，Thumbs up 就是加一个 up 后面哈、啊、两个字啊，Thumbs up 啊，那么呃呃那个食指呢，拇呃呃就是叫 index。 Index finger, middle finger 是中指啊，ring finger 是带戒指那个手指，所以 ring ring finger finger ring finger，呃、uh, little finger 是小指，我们也叫 pinky pinky 就是可以了，不需要 finger 的。我这表示给你看，这个也是一个 finger 啊，不是红色啊。Uh, 有时 ink, pink pinky 可以解释。 呃，粉红的，呃，红红的，红当当的，哈、啊，这个不是代表是红当当，是代表一个手手指的另外一个字。我们在读 fingers, thumbs，呃 t h u m b index finger, middle finger, middle 是中间，ring finger, little finger, pinky finger, pinky，哈、啊。 Pinky finger 是有人家是叫什么呢？人家勾手指，哈、啊，我跟你有一个约定，Promise，we promise，就是勾手指了，哈，啊，勾手指，所以你看，Pinky finger 说学了这个，这个是不常见到的，你也不会知道，因为你假如说勾手指的话，你可能。 看到那个手指两个抓得很紧的话，你就有那个红红的出来，就是 pinky finger。我抓到你好，就是好好大力的，大家去有一个约定啊，promise is a promise，promise me，OK，promise、okay? me，OK，、okay? 勾手指啊。他说 pinky finger 为什么会来呢？呃，这个是 pinky swear，swear 是一个嗯呃誓言、呃，好像发誓一样。 swear, or pinky promise, promise, promise is that, um, uh, dying, uh, uh, make a promise, make your promise, uh. when a person, uh, when uh, a uh uh, one of their pinky fingers around another, around another person's pinky finger. OK，就是这个意思。他就一一给大家用大家的手指，两个人有约定啊，and make a promise。大家讲一个 promise，答应大家呃，答应什么事情就要做做到。呃、uh,，something similar is also seen in Korea. 这个是我们美呃美国也有呃到呃到处都有的这一个场面上面那个，但是口译呢也有哈，那个韩国也有，他们人呢会呃用他们的 pinky fingers，and then 用完 pinky f i n g e r 呢，在那个 thumb 哈呃、uh, stamp their thumbs together，stamp their thumbs together，stamp 就是邮票或者打印，打印，啊 stamp the two finger thumbs。 Together to make a yaksu，这个是 Korea 韩国的 promise 哈、啊，其实一样的，美国我们也是，呃，勾个手指就就就这样弄弄啊，就是这样。你看到人家那个行动，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或者他要你答应他你在做什么事情哈、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 pin 的，你 show your pinky finger 哈、啊，那么你懂得，你就把你的呃小手指拿出来了。 不不不不会不懂了哈。那、啊、J Japan 啊哈 Japan 哈、啊、Japanese 啊 Yakuza 啊 Gangster，他们那个是坏人哈、啊，坏人就是说呃那种黑社会啊呃什么人哈、啊。The penalty for various o f f e n s e s 假如说他们犯了什么规矩的话呢哈、啊，这个惩罚呢，他就要 remove 就是斩掉砍掉。

Of part part 是一部分的手指，小手指，因为小手指切掉不会死人啊，所以他们这个是惩罚。Known as 呃、uh,，Yabisumi，也、啊、不用 Ubisumi 哈，不用,、uh, umi, 啊、不,用不管它是什么事情，只是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假设看电影看过了，好了，假设我们要去 exercise，我们去呃、uh, 做点 exercise。 你你呃，叫你说你用那个 thumb 啊，他讲英语，你怎么样去用呃做那个手的 exercise？thumb and index finger, middle finger，那你要知道你知道哪几个手指了，明白吗？不然人家讲几个你都不懂，是用什么哪一个手指哪一只呢？就是 thumb, index finger and middle finger 这三只啊，这三只哈、啊、这样啊。那么还有一个很趣味的，就是说呃、uh,，pinky up or not？ 这个拼语就是这个小手指了哈。Is there a correct way to hold a teacup？啊，你你抓住那个呃呃杯子，因为杯子的耳朵那个好小嘛，人家手大嘛，呃，你不可以整个手指拿进去哈、啊。你就是两个手指，就是呃那个手指小手指翘翘起来，好像很好看，很很好看，好看。呃，这个是礼貌。 但是也有人啊，好像那个英国人的 drinking tea with cup and saucer，他们很斯文的喝茶啊，喜欢喝喝那种 tea，所以我们有 high tea 哈 high tea drinking tea high tea with cups and saucer，啊，那么有些人家说，呃呃，他有手指拿出来的，好像好 posh，好像好高贵，好高雅。 或者有好像 snobbish，好像很很呃傲慢一样，哈、啊，是有的。他们因为很多都是 sign 的 language 哈、啊，呃，好傲慢的哈、啊，那个呃 snobbish 有时候说那就是鼻子向上面的，啊，有时候你讲人家呃是好傲慢的，你可以了，他 she's very snobbish，啊，那你懂这个意思是什么事情哈？这、啊、样去学英语哈。啊 thumbprint 哈，thumbprint，呃，以前不懂不会写字的人，假说银行呢，就用那个手指母印个手指母，呃，就是 thumbprint，就是一个 signature，或者呢，我们在警察局呢，要要找那 thumbprint 呐、啊，就是找那个呃呃指纹啦，指纹哈、啊啊，那个 fingerprint，fingerprint，finger，他们 Finger, 就是呃手指头啦，手大拇指。 但是其他 finger 就 finger pin，r t 我们全的十个手指都用个 pin，小孩子也是登做一个登记，以后呃呃警察有什么事情找到，会他有个记录，就是这样。那么刚才讲到那个呃 nail polish，那么我们呃我们讲一下 nail polish 就是呃指甲油 manicure pedicure，它是给你做呢擦指甲的服务哈。 那个呃，剪剪剪指甲，那个脚也是脚趾 （toe nail），pedicure，我们叫这个 manicure，那你懂啊？manicure 一个字代表全部的服务啊。那么，nail art 属于很多种不同的 nail 的呃艺术哈、啊，他们做很多很不美、很美丽的哈。啊 那么这个是 hair salon，你就要去弄头发，你去 hair salon，要怎么弄呢？我要电头发要怎么？样？我要 perm，I want perm, a perm，啊 perm，我就洗头就可以了，shampoo，啊 shampoo，啊 shampoo 就是洗头，洗头水也是叫 shampoo。我们自己洗头的水，呃，自己洗头就是 shampoo，不是 wash hair，我们不叫 wash hair，我们叫 shampoo，懂吗？那么 trim，trim 就是剪一点点，trim。 cut 是剪多一点，trim 是修一点，啊，呃、啊，发尾哈。那么 color 是染头发，我们不叫 die hair 的，明白吗？我们叫 color hair，不叫 die hair no,。not not die hair，color，OK，condition、okay? 呢？就是我们用洗完头呢，用一个比较雾发水，啊，雾发水。有些有些的什么，准备纱，就你跟我按摩一下，按摩一下头。 massage 按、啊、摩身体也叫 massage 啊，就是 massage 就是这样讲哈、啊、，massage，OK、okay? 就是这样读，hair salon 啊，上面有一个呃两个字呢，同一个意思都是 salon，一个字呢，这个欧洲字是英国方面的字，这个是美国字啊，英国呢两个 o 不不是错哈，不是错，呃、啊啊、所以呃，假说人家写那、这个 salon 写 saloon。 这样写着，着也是读 salon，但是呢，它不是错字，是那个欧洲的，欧洲是用这个，美美加是用 salon 啊，也是用欧一个欧哈啊，那、啊、么、啊啊、懂一点，不会人家，哎呀，他写错字，那、啊、他说你你才写错字，我没有写错字，对吗？这样哈、啊啊，那么好，那么剪刀啊，trimming 啊，s c i s s o r 啊，空哈、啊，空，啊，或者护发水呀、啊啊，那么这里面都有了。 那么还有就有些男士就有呃 eyebrow eyebrow 他个有些剪剪那个呃眉毛啊，那么呃或者修理那个 moustache moustache 是这个哈，呃 be 呃 b e a r 是这个哈，b,、S、b e a r 是 b e a r d 不要弄错啦，你写 bread 是呃面包啦，把那个 r 写在前面啦，就是面包了。 understand 这个呢很容易学，bear 你看到吗？熊熊猫熊啊 bear b e a r 加个 d 就是那个无需了啊。那个这个呢面包呢是 read 啊读书的读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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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ing a book read a book 啊就是加个 b 就是 bread understand bread 这个 beard。 bread so you have a owing bread bread a beard bread beard ha mustache mustache ha mustache the eyebrow eyebrow ha just like that. 很多种，我们不是要它，就是有趣味看看而已哈。呃，无需也是有研究，他们假如说会会做无需的，人家修理的，修一个呃好漂亮的，烫一烫或者弄一种卷一下，哇，这是很很棒。有时候喜欢，有时候女孩子也喜欢弄头发，男孩子也也是弄无需也有哈。呃，很多种不同的无需哈，这样的你要剪什么东西呀、啊？你要剃什么样的无需呀、啊？ 啊，就去问他，他有个图，你要这样呢，那个呢，还是这一个啊？It's so interesting，right 啊，好，我们再看下面，大，就是大腿啊，就是 leg，我们 leg 的整个，整个啊，整个就是大九个。假如说分开讲呢，一个大腿、小腿，小腿是 c u f f 哈，假如说你说，呃，我的 c u f f 痛，那么你知道哪里痛？ 假如说你是说肋，呃，哪这么大、这么长，哪里哪里痛呢？你要指给人家看，或者你说 my calf、y thigh、my 买大大腿哈，knee、啊、是膝头盖，是头 knee 啊 knee，ankle 就是脚的这边壳啊脚这个哈、啊、，heel heel 是这边，heel 是脚的后面哈、啊，脚底后面哈、啊、heel，哦，所以我们呃。 呃，穿鞋子，high heel 就是高跟皮鞋了啊，高跟皮鞋，high heel shoes，OK？、Okay? 呃，我们的呃脚呢是整个脚，整个脚叫 foot，一只脚，两只脚就 feet、呃那个。呃，那个“尺”英英呃那个“寸”跟“尺”也是一侧是 foot，呃，两侧是 f e e t a n d e r s a n 一样哈、啊，一样。 所以这个字有两个解释，有些英文是有两个意思的，中文也是有的。有时候有一个字也是有几个意思，也有英文也是这样。Toe 是呃脚趾啊，toe nail 才是指甲啊，toe nails nail 在在那个 s 要放在 nail，不放在 toe 一样，跟那个 finger 一样，fingernail 不是 finger s nail，那个 toe nail 不是 toe nail，就 toe nail。 哈，那么 muscle 哈，muscle 是肌肉，muscle a e 假如说你肌肉痛了，说 muscle a h e 假如说你是有呃风湿关节炎了 a s t h r i t i s a s t h r i t i s 不是 muscle pain 哈，不是 muscle pain 哈，不是那个肌肉痛，是那个不同的哈，关节的哈，是这样子说。那这样呢，几基本几个字呢，你也可以应付那个医医生了，告诉他啊。哈 呃，那么这个可以看看医生的时候，呃，说说哪里不舒服啊？I don't feel comfortable. I feel ache here or there. 那你可以讲在哪里哈。那么好，我们再看图，我们应该学过全全部的。那 eye lid 都学过了 eyelashes, mouth, jaw, 头发的 hair, mustache, chin. 啊，呃，哦，固体这是它的那个不同的那个不用不用学，mouth 的字。 啊 m o l t 是一个字，m-o-l-e 一个字，字嗯啊，eye brow 啊，ears 啊，ears 不要没有讲，neck 哈、啊、，nose h o l 哈、啊，那个 eye 哈、啊、，pupil pupil 是眼呃中间那个啊眼瞳呃眼瞳嘛，再看那个呃 perfume 啊呃香水，hand lotion 啊 razor 讲过。 razor blade 这个 tissue tissue paper 哈、啊、纸巾 sunglasses 是保护眼睛了太阳眼睛。那个 hand mirror 是手提的镜子 hand mirror 啊这个 tissue box tissue 啊这个 toothbrush 呃、uh, tooth 呃、uh, paste 这个是有些呃 shaving cream 没有讲 shaving cream 就是呃剃胡子的呃、uh, cream 哈、啊、shaving cream。 呃，那个 deodorant 哈，假说人家有臭狐的，呃，要那个香水，香水跟 deodorant 不一样，perfume and deodorant are different things，啊，啊，那么再看，呃，electronic vocabulary，假如说是电子的怎么讲呢？假如说 anti-cellulite massager 就是用来按摩的，自己哪里痛，有时候买一个小机器自己按摩哈，anti-cellulite。啊 Anti massage，and then the blood pressure monitor 要量我们的血压的啊，blood pressure，我们 pressure 你看到 pressure 是那血压，blood 是血啊，hair trimmer 就是我们剃头的一个呃一点点的，好像旁边呐、啊、下面呐、啊、呃头发的啊，那个不是剃胡须的，胡须也有另外一种小的哈。啊 Electric razor T 无序的，这个是 T 无序的哈。一下就 razor，呃 a p e l a t o r 也是 T 无序那种哈。这个不管它，这个比较难，不需要学那个 scale 是棒呃，你要多重了哈。那个 curling iron 就是弄到头发卷一点的，呃、烫头发的哈，那卷 flat iron 是把头发卷的，呃，你把它弄直。 那个吹头发 hair dryer，hair dryer，这个 hot roller 是卷头发的，热的卷头发，你可以自己垫头发这样卷头发，卷暂时的，不是长久的。这个是学一点点哈，学一点点。那么再看看那个英文字，那再看这个字 t r i s a t r i s a 就是那个拔眉毛啊，呃，拔那个毛的小的毛的这个钳子哈。 我们再看上面一个啊，那么再看那个字哈，宣、啊、铺，ampoo, 就是刚才说过，宣铺是洗发水或者洗头发啊，是用那个洗发水去洗头发。Conditioner 是那个用那个洗发水那个呃保护头发那一种的洗呃洗洗发过一过，那么香香的或者呃头发比较呃滑一点哈、啊。巴素巴素是一块肥皂。 八说一个八，就一个方块，一个长方块的肥皂哈、啊。Hair brush 啊，头，刚在说 toothbrush 是啊牙呃牙刷，这个是 hair brush 头梳头的 brush 啊。Comb 是呃比较简单的一排的男孩穿呃呃梳头那种哈、啊。Hair dryer 刚才讲过。 那个吹头发的 mouthwash 啊，这个没有讲，就是呃漱口的水 mouthwash，toothbrush 讲过哈，那个是牙刷 toothpaste 牙呃膏 r e a z e r 刚才讲了啊，呃拔眉毛啊，拔拔什么东西的 electric razor 也讲了 razor 这个手的手机这个电的 lotion 是那个呃护肤的。 迪 e o d 就是刚才说去臭狐啊，或者身体有臭啊，那有汗呐、啊，就查这个。那 Cotton ball 这个没有讲，或者棉花的球，有时候我们用棉花球呃刷眼眼睛的呃的化妆或者怎么样哈。Cotton s w a p 呃 s w a p 呢是美国人讲的，呃，ball 呢是英国人讲的哈。 呃，那个 wash cloth，wash cloth 是手巾，里面，呃呃看脸的小的手巾。呃，nail file 就是呃，file 手指，把那个手指甲弄的滑一点了，啊。呃，file fileing f i l e i n 是啊，nail brush 啊，就是擦擦手指的啊。nail clipper clipper 就是指甲钳，指甲不是剪刀，剪钳钳的指甲。 剪指甲的 polish 就是说，呃呃，擦手指甲油啊，hairband 呃就是说，嗯，呃橡皮筋啦，呃绑头发的啊，lipstick 口红 t a m p o n 是那个呃女性用的，呃、啊，那么 sanitary pad 就是我们女性用的哈、啊，就经期来的用的啊，保护的啊，就这样学，那么你会懂那个字。 去买东西不会买错，有些人家买的东西买错了，他牌子差不多样子的，但字不同哈、啊。那就看到 product，你去 supermarket，呃或者呃 shopper drug mart，就是,是哪里去呃 pharmacy 买这样子呃 personal care hygiene product，那你就看到那种呃呃不同的，好像那个呃 soap 啊或者呃 deodorant 啊或者。呃 喷发水呀、啊，或者很多的洗头水呀、啊、香水呀、啊，很多才这么多，你怎么看呢？你会看吗？啊，那么学一两个字，起码你懂自己，基本上你要要买些什么东西哈、啊？啊，personal care 我们叫本身的个人的卫生的哈、啊、一种用品哈、啊。有些呢。 呃，是 improve 那、啊、这个 health care 健康的产品，呃，保护的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 to improve beauty 哈、啊，那那呃我们清洁跟那个呃美丽也是很重要的，and health 啊，我们身体健康，因为是呃呃那个清洁自然就会清，健康，不要安利肮脏那种哈。啊 就是 beauty 啊，那个 beautiful 哈 beauty beautiful beauty 哈 health healthy 啊，health。那么这 creating a more beautiful world。那么我们有化妆品 cosmetic 买这些东西呢，让我们在啊好看呢，把那个全世界弄得好看，每个每个人都好看，我们都喜欢看好看的。 呃，女孩子啊，男孩子我们也喜欢看。现在男孩子也是有化妆，they 呃，men also do make up，啊，they put lotion，they have men's cosmetic，啊，对的，他们也是很重视，不像呃以前这样，像洗脸呐、啊、也是很讲究，因为皮肤也是要保护嘛，啊，那么再看看有没有漏掉哈、啊、，perfume 学过了，香水，deodorant 哈、啊、学过了，那么 toothpaste 也是。 Sw okay. To Sw swap 啊，OK，Cotton Swap 呢是那个也是 Q T，i p 哈，我讲过那个是 Swap 是美国，呃，Cotton b u t 呢是英国，哈，英国这个是 Q T，i p 我们就 Q T i p 是一个公司的名字，那个名称 Product 的名字，它，我其实真真真正的名称呢叫 Cotton Swap，我们叫 Cotton Swap，美呃英国叫 b u t b u t o k 那么 Streets a 哈。 拔的拔毛的，hand lotion 是手的膏啊，来擦手的 cream，sunscreen 没有讲太阳油哈、啊，太阳这个晒晒太阳的不要太太直接，呃、啊，那个 mouthwash 洗呃、啊、手漱口的，剪刀 scissors，comb comb 就是这样的啊，hair spray 没有讲，spray 是呃发、啊、喷发胶。 Spray OK, hair spray, dental floss 这个没有讲，这用牙齿用这个线在牙齿两个中间缝里面把那个刺物拿掉的哈，那个那么你要懂 dental dental 是牙齿牙的保护的，呃呃 floss floss 那个把那个拿掉擦掉啊，那个呃那个线呃 toothbrush razor。To Tissue, tissue paper, wet wipe, wet 就是湿的纸巾。好，刚才 Tissue 呢是干的，wet wipe wipe 是擦掉，擦掉。啊，那么上面这个是 sunglass, sunglasses 是太阳眼睛。啊，hand mirror 啊手提的镜子。Hair gel 哈、啊、那个没有讲，hair gel 是头发的膏。 啊，是软的膏哈、啊、，gel 比较有些透明一点那种哈、啊，啊，那么下面是 bobby pin 就是夹子，我们呃头发呃夹子哈、啊，那么另外就是 hair brush 哈、啊，刚才 toothbrush 哈、啊，这个 hair brush brush 我们的头发的梳头的，就是呃血液循环啊，梳多梳头也好，hair band 就是。 头发的绑住的，有些是装饰品的，有些是一个橡皮筋。这个 hair clip 就是 hair clip 跟 Bobby pin 不一样。hair clip 呢 clip 就是把那个头发夹住啊，两个有一点点分别的哈、啊，也是夹头发。hair clip 它有可以放一点花纹啊。hair dryer 就是呃呃吹风筒啊，风筒啊。 那么、呃、再看看，应该都都齐了。我都再看看有没有漏掉，没有，没有，没有啊。Waste 啊，有一个 Waste 是腰啊，Waste hip 哈、啊、，hip 我这样想想到 Waste 呢，就腰腰部，hip 就是全部啊。呃，其他都都讲好了，讲过了，嗯，啊就是这样学。啊，好，我们呃讲了很多字，其实。 真的很多生字，里面呢，我们大家都学了很多，大家去自己去呃超级市市场去问，呃去讲去看，你要需要什么，你可以问一下我 How Where can I find something something Where can I find this this this？不然你又走走遍了整个很大的超级市场，呃或者那个 shop 或者沃尔玛或者哪里都找不到啊，有时真的找不到的，那太多东西了啊，这样去学。 啊、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是下一课呢，也是礼拜四啊，周四，周四下次是八月五号，August fifth，Thursday，、啊、我们的英语课呢，我有些浅字，也是有些很深的字，所以中级、高级班的也可以来，呃、啊、，suitable for beginner，intermediate，advanced classes。 OK，呃，那你的程度多少都可以来。有时候不懂的，完全没有英语的基础的，是听故事。呃，我的国语不是很好，但是应应该听得明白就可以了。就是听故事，听一点一个两个趣闻，也是一个享受。我们是不是学英语？我们是享受，我们是娱乐。我们在这边是娱乐哈。呃，这个趣所以是趣味英语的，我们练习听啊。 Listen，多点听说讲，OK。Speak 啊是讲，练是 pract ice, 啊 practice 啊，practice，repeat 是重复啊，那你就慢慢慢慢就会很容很容易了。呃，假如说我们呃是加东的时间是八点到九点哈、啊，那么西边你就要。 呃呃，早一点了，就是个时间是八，就是七六五五点了，下午六五点啊。那北京中国呢是第二天的早上八点啊，早上起来不用梳头了就来听了就可以了啊，不用化妆了，就是呃我也不看你的脸，但是你看脸照个打个招呼也可以哈、啊，没问题。我们是学学那个英语。 把我们在这边住也是知道多一点知识哈。好的，谢谢大家。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呃、嗯、问题哈哈？嗯，大家看呃还看到哈金金啊金好、啊、呃吴老师 s h e r r y 哈、啊、很好，谢谢谢谢龙堂呃龙堂雅对，谢谢麦丽老师。Uh, you welcome, you welcome. Thank you for attending. Yeah, thank you.